对，已经到了，来，我们来欢迎欣欣，对，欢迎欣欣 ，Hello， 来，你来，对，我走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美女，交给我吧，交给你了，我走了，欣欣背了两个包上来了，是的，因为这两个包都太好看了，难以抉择，我就都带上来了。哦，来，既然带了两个包来了，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当下的心情如何？带了两个包，然后先分享我的心情吧。哦，那先分享包吧。好，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就推荐过的特别好看的 cut out。然后呢，之前我不是给大家推荐过那个画框的限量版。对对对。然后我今天整个穿搭都是有一点甜酷风，所以是银色的元素比较多的，我就选择了这一款。这一款呢，就是一个很好装的托特包，那里面呢。等一下我会放上一些我的补妆的补妆东西啊，或者一些饰品啊，对，所以两个都很难抉择，我就两个都带啦。哎，既然说了包，那顺便的说一下，哎，这个包是怎么来搭配今天这一身非常时髦的 look？ 我的 look 对不对？对。好，先要看我漂不漂亮啊？非常漂亮。可以，今天呢，我这身是一个少女辣妹街头风。甜酷风，然后呢，先可以看看我的战靴，这是我的新战靴。之前介绍的那一款，战靴是一个过膝的那个长靴。然后因为之前我说过我的那个小腿有一点点的，小腿肚，所以那个就是很修饰腿型。然后呢，我最近不就是努力的跟晨晨一样减肥了，所以呢，我就现在敢去穿一些比较。能拉长小腿，然后呢修饰腿型的短靴。我那个机场昨天也是穿这双靴子，而且我觉得这个鞋子其实结果拍出来都很不鞋。但是镜头我来看啊，我觉得其实这双鞋还是非常显腿瘦的，是吧？对，其实可以推荐给很多喜欢穿短靴显腿长的漂亮女孩们。对，然后呢，还有我今天穿的是此次的重点，对，粉红斑点可爱黑色长袖针织衫，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一次很可爱的那个狗狗的主题，还有这个四G 提花的半裙，而且还是露了一点点小腰身，其实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层次感的。是的，不要 focus 在我这里，好不好？好的，我的错。哎，那其实你今天的发型还有你的配饰，其实也很特别。对的，因为我今天的那个重点实在太多了，我本来想就选两个讲一下，那我就都讲吧。还有今天有个特别，很 special 的单品，就是我这个，你看它不是耳环，它是纪梵希的一款发卡。我就是之前来之前就在选，到底是戴耳环呢，还是戴这个发卡？但我觉得这很特别，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符合我今天这个少女街头辣妹辣妹风格。对，我觉得虽然今天我们的元素非常多，但是集为一身的时候非常的时髦，对不对？我是看哪看这？好嘞，然后呢，我可以坐下来吗？当然，我的错，怪我，哎，你不要紧张。因为你的你有很多很多的元素，然后我就觉得又非常非常的自然，而非常非常合适。来，包包我给你拿着，我等毯子先来了。毯子来了，好，来了，我给你盖上，谢谢。来，我们盖上。哎，毯子其实也是有四季印花。对，那我们现在可以聊心情了吗？我心情当然很不错啊，你看不出来吗？对，辣妹你的心情如何？我心情很不错，很不错，因为妆容我今天也很满意，穿搭我也觉得很合适。而且我发现你的眼影是 bling bling 的，你平时也很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东西吗？是的，我今天整个妆容也是贴合这次粉粉嫩嫩的街头什么少女啊甜酷，粉色。OK， 那既然我们的少女，我们的辣妹今天心情那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小挑战。好、OK， 其实这一次呢，纪梵希跟迪士尼的非常漂亮，让我说完好吗？好。这次纪梵希呢与迪士尼合作了101忠犬系列啊，除了有好看的单品都穿到了我们欣欣的身上，那他这次还创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动画短片啊，动画里面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伦敦，把原来的伦敦啊变成了纪梵希的总部在巴黎。那既然有这个短片呢，我们的各个的主角也悉数的登场，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让星星去模仿一下短片里面的主人翁的状态。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 iPad， 然后 iPad 上面呢会有三个表情，然后我就会让你去模仿这个表情，面对我们的镜头，跟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去分享。你 OK 吗 ？OK 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你先看一眼哦，然后给观众也看一眼。来，你切个近景。啊，这是摸头杀。那谁摸我的头？我摸。不行，我自己摸。啊，不可以，被拒绝了。看哪里？要看这里。对，来，二，三，二，一。哇，很优秀。好不好看？到时候截图出来，不会自己笑自己吧？很优啊！我跟你讲，这接下来第二个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拍一乐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子。好。第二个，有点小凶恶哦。来，我们看一下。好，三二，哪里对哪里？二一，凶吗？我觉得很可爱。对，甜是吧？可爱的酷。好，第三个。这个是模仿哪一只啊？你想模仿哪一只？这只。你想模仿这个是吧？这个，我要这个吧。要这个是吧？哦，那这边有很多啊，我们切个近景，然后我们三二一，对，然后我们的拍立得的成像呢需要一会儿，我们就等一等，看看对星星的表情是怎么样。但是我刚刚我肉眼来看，我觉得你非常的厉害，而且在模仿上面，那你平时是不是非常喜欢这种小动物？喜欢的，我从小就挺喜欢小动物的。嗯、对，那你跟就是你有没有跟小动物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小的时候，我养过小兔子，然后还有小鸡，还有小鸭，嗯、然后最近跟狗狗的情缘比较多。嗯，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身边围绕着很多可爱的小狗狗。最近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还有一只很可爱小狗狗给我的星系应援啊，哦，就是在街，是在街边上，你需要，就是他带着我的星系的牌子，然后呢，如果有路人路过，然后就送他花朵。哦，对对对，我知道这个，超级有爱的，这个这个、对、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这个东西。那你自己有没有养过？我一直很想养，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嗯、我觉得我需要对它负责任，嗯，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敢去养一只。但是我很喜欢很可爱的狗狗。对，我觉得其实像星星的这么来说，其实因为作为艺人，他工作很忙碌，那其实对于小宠物来说，我们需要的是爱跟陪伴。嗯，其实这一次，我们这个合作系列，它其实传递的也是爱跟责任。因为101中狗呢，它其实是非常忠诚的，也是非常有爱的。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对对对，那好可爱，这个针头。哎，你平时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吗？当然了。嗯，那你有没有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哎，我看这个杯子也非常的有趣，是，也非常可爱。就是所有可爱的东西都适合甜酷辣妹。你是不是看我特别紧张啊？我刚看你跟晨晨的直播，你好像都没有那么紧张，是不是我太好看了？对，对，我觉得你，我觉得我都害羞了。啊、真的吗？对，对。那我问你问题啊、哦，如果你不设限，虽然你没有养过小宠物，虽然你觉得我们需要为它去负责任，那我们今天天马行空一点。嗯。如果不设限的话，你想养什么东西？这个我想过。嗯。我想养一条蛇。蛇？对，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去动物园看到蛇是不害怕的，嗯，而且我觉得女人如果养蛇就很酷。哦，辣妹养蛇？对啊，超级酷的。我怎么会想到蛇精啊？蛇精？是我太瘦了吗？没有没有，就是太漂亮了。哦，好的。哎，你可以，我今天，你为什么刚刚说我会有点紧张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的妆容其实太闪了，也非常的耀眼。你平时你自己化妆技术如何？挺好的，我很小的时候，嗯，其实就学过自己化妆。以前，嗯，
那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跟我们的直播前的网友们去分享一些心经。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心经什么心经心得心得其实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穿搭什么的其实都会做减法、嗯、那么其实像今天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重量，但是其实在你身上是没有违和感的。对，我今天那么我可以打断吗？可以，不好意思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今天太激动了，刚才我还跟那个化妆师姐姐说，就是我之前的妆容啊、嗯、穿搭都是比较简约的，然后呢款式啊或者我的那个选择都是比较少。对，但是今天对我们就说我虽然重点很多，但是完全都不违和，就是每一个重点它都是有呼应的，从这个项链啊的这个啊到我的小包包啊、嗯、还有的眼妆啊，对，都是可以融合在一块的。其实刚刚其实星星也给我们推荐了这款这个托特的包。你平时我想问你问题啊，女孩们有时候会拎比较像那种中号的包，也会像你手上拿这个小小的 Clout。 女孩的买包是注重好看还是注重实用？都要的，你要看你今天就是出门去干什么、嗯、如果你去野餐啊野营啊，然后你就可以有这个包包，然后里面就可以放很多东西、嗯、如果你今天是出去拍街头少女甜酷辣妹的话那你就会就是选这款嘛。对，因为其实作为男性来看，有主角哎，这个包包里面好像它就是好像只能装下，什么都装不了，都装得下，你只要不要把它合起来就行了，你让它可以这样子支起来，它什么都放得下的，可以装下你所有的心。哦，可以可以，我觉得你的笑话我已经接不上。对，那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那实用也好，还是好看也好，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那么其实不可以被取舍，我都要。你可以把这个包放这里面，然后你就出去野餐了、哦，对不对？优秀。然后你要拍照就把它拿出来，厉害吧我？优秀优秀，果然就是跟你说穿搭能手也是非常。就是知道，就是哎，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带出门，大包套小包嘛，反正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用处。对，但其实我觉得，其实今天你这个叫什么发夹，其实是很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说用这样去装饰的，而且很有趣，可以给我们再推荐推荐。谢谢哦。嗯嗯，我说了，我是在耳环和这个发夹中选择的。我觉得这个发夹第一很特别，第二它好像代替了耳环的作用、嗯、也起到了在耳朵附近周围的一个装饰。对，我们来切个近景来看一下、嗯、我现在导购。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了很多东西呢，会让很多女孩觉得哎，我也可以这样试一试。肯定可以呀、啊、还有我这个发型也是最近最前沿的少女辣妹街头甜酷风的那个发型。对，反正今天我们要做少女辣妹甜酷风为一体的啊，星星就是个最好的一个标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看你挺好意思的。来对着镜头来给个耶。哇，我发现你的表情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丰富。这是 Y2K 的拍照的办法，就是你有，哇，天哪，我需要被科普一下了。你回家需要科普很多东西的哥哥。对，那这样吧，我觉得其实你的表情很多，然后你有很多你拍照的技巧，哎，能不能对着我们镜头去摆三个 pose？ 因为刚刚我们是模仿，我觉得其实对于甜酷辣妹街头的极为一身的女孩，我们需要有三个招数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我刚刚自己拍了好多好多了已经，然后呢、嗯、我的这一套呢怎么说呢，因为我的那个重点很多嘛、嗯、所以我的姿势是不能少于我的穿搭的，就我的那个姿势得稍微夸张一点，然后才能把这整个造型就是完全的彰显出来。是吗？对，然后就会可能很过，因为我怕有点走光，就没有办法这里做、哎、但是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你的照片、嗯、那我们就一会儿期待一下看看，现在也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期待一下、嗯、对星星的照片、嗯、哎，刚刚其实我们
拍的照片，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看到成片了？就是拍一德刚刚拍的照片。可以啊。对，我要来检定。我刚刚说了很多，说啊你好厉害啊，各方面。跟你说，我现在要检查你了，我要来检查你是不是合格。来，我们来看看。我先看看，还挺可爱的，但是后面有别人在。是谁？正常。别个这样。嗯，天哪，我都想拥有，怎么办啊？不可以。啊，又被拒绝了。我要。啊，来，我们还有一张呢。还有一张呢？我们还有一张吗？看这个照片，觉得其实我本人跟照片没什么区别的。对，我觉得你比照片更好看。谢谢你哦。对吧？我说的是实话。你看我这会儿没有紧张了吧？对不对？嗯。对，我觉得这是比较真诚的流露。好，还给我。是不是你的啊、哦？一会儿再说。对，哎，这是干嘛？这是啊。那接下来要进行一个我们粉丝互动的环节。那其实呢，是一会儿会我们有一个手机，然后因为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来我们直播间，然后呢，你会喊三二一，我就会截屏，然后我们会把排在第屏幕上的第一个人送出一个属于我们纪梵希的小礼物。对，我的手机在哪里？天哪！哎，手机在哪？哦，天哪！找手机。那我摆 pose 好。可以，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天哪，直播。完全都看不到朋友们的弹幕。哎，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因为现在就是抖音的、那个。没事，你给我看就行了。解除了，都是上一位好朋友的。好，一会儿再说。哎，我发现我忘了一趴东西，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块东西，我们需要去分享。对，看到我们的东西，我都记得。我记得了，现在，嗯，听说星星很忙，非常忙碌。先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在忙一些马上要进组的准备吧。嗯，看剧本啊。肥啊，准备去横店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嗯，然后也要带很多漂亮的衣服去的，因为就算到了横店，也拍很多好看的穿搭出来。哎，就算拍古装，你也会带很多的漂亮衣服。对，因为有时候如果收工晚的话，我可以拍夜间大片；如果收工早的话，我就会扛着几套时尚的衣服去拍有天光的图。我发现你精力无限耶。嗯，对，你是怎么做到？精力无限，嗯，可能比较年轻吧。啊，这一刀，一个刀就刺到我的心里。对，其实呢，啊，我要透露一个非常好、非常厉害的消息，就是我也知道，这星星呢，已经现在最近呢，成为了我们纪梵希的品牌大使。对，最后我们鼓个掌，来，谢谢大家，对，很开心成为。纪梵希品牌大使，我觉得纪梵希品牌是一个既可以很女人，也可以很酷，也可以很少女，所以非常适合我。对，我觉得就像今天讲，甜酷辣妹街头。对，昨天我从那个机场的那一套就是比较女人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有点小性感的，对，然后穿上那个外套，又会觉得很酷，而且我还变化了三个发型，就是一整个流程下来。对，我觉得，哎，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会尝试很多新鲜造型的人是不是？当然了，你看我现在。对，就是觉得什么都合适，什么都适应。嗯，你要看吧。对，我觉得多元变化其实也正是纪梵希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状态和精神。Yes。对，在这里我们全场人恭喜星星成为纪梵希品牌大使。刚刚不是恭喜过了吗？对，我觉得我需要很正式的来恭喜，要说恭喜不嫌多。对，我们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收着。谢谢你。那这会儿我们要是不是要看看屏幕要抽奖了？可以。对，我再来说一下规则，就是一会儿呢，我们会在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进来直播间，然后呢，星星会喊三二一，然后我会截屏，然后说出排名第一的一个网友的名字，会获得纪梵希送出的精美礼品。来，这会儿你可以看一看。哇哦！哇，得
是我的，都是你。哇哦，天哪！我说三二一，你接，我接，好，我来接，你说三二一。好，三二一，截屏。什么礼物啊？天哪，我把它按黑屏了，失败，再来一次。我真的好饿。来，再来一次。3 2 1、嗯、哎，有了。好，第一的是粉丝岂不忍伤心啊，那怪我，对不起。对啊，对不起粉丝们。对，那我们第一的这个朋友呢叫略略略，来，我们给打进一点。对， OK， 会获得纪梵希送出的一个精美小礼品。那至于是什么你刚刚问了，哈哈，不告诉你啊。你好幽默。对，那其实今天也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我觉得从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新鲜的词，也发现就是说，哇，原来既然有一个女孩可以把很多多元的元素都放在身上，而一点都不为过。谢谢。嗯，非常感谢星星，谢谢你，谢谢。OK， 那我要把你送走了。你什么星座？水瓶。哦，水瓶座。好，好的。怎么了？没什么，我是射手座。我往这走了。哦，好的，好的。拜拜。有请。